王啦，王啦，娘主子，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就来了，就来啊。舅妹啊，辫子给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到得早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咱不早些到好，岂不要烫了你肌肤吗？凉了，岂不要冰歪肌肤吗？这丫头，凉了么再热呀？嗯，姐姐真想得周到，可是怎么从不见姐夫也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姐夫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他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、啊。王啦，王啦，娘主子，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待，小生来了。王君卿等两年一。凉了，吃下去不好。多谢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织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吃吧。不吃我看，我就不吃。是一勺米麻子，我谁做的？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麻子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麻子，又做它何用啊？你身也用功，两腿受了恩气，需要米麻五腿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子。舅妹，你等一等。不听之间有深秋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两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图报，待等来年上京应试，识得高祖，定见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如今这样日夜用功，是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人言苍下无人闻，一举人命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晚为王王啊！你莫忘了，在你苍下无人闻。
再细去随吧。就依娘子，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一到日本告密，明日你就去看一看嘛。多谢娘子。在这里休息一会，待老奴先去陪呢。王郎，娘子还有何言？王郎，来此一是黑人庙，想念我几位夫妇是黑人爷做的美分，我不你我一同进去，向人间民歌思念。娘子说的也是。自不边际走去，尚为此呀用谁刀上忘了严重了。岂为丢了？此事怎好？少爷，马一备好。好好侍候少爷。老奴遵命。
少夫人，你对我们子母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，在儿家里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也要小心呀。
待为妻与你继父在意。舅妹啊，那真是嘞啊。Yeah.